十分美丽，十分性感，十分漂亮，十分好。肯定十分的，十分美丽，十分性感，十分漂亮，十分好。人一定要快乐啊，然后要自信啊，要给自己正能量啊，就永远都告诉自己，我能，我最棒，我一定能行的，能加油的，这样才能成事。如果总是抱着自卑的态度，或者是灰心泄气，那么觉得算了，反正我也不行，那么好了，我在家里睡大觉好了，那么就什么梦想就都不会实现。但是只要有一颗追求梦想的心啊，坚持不懈的心，然后也就是一直坚持努力下去，我都相信都会有可能实现的。我还好吧，我对我觉得牙齿挺然后我也没对自己哪里比较满意过，我觉得头发应该还好。长得比较快。在舞台上哦，我是在舞台上或者镜头前，我就会特别的激情澎湃，然后就会精神百倍，然后一不在舞台上或者镜头没有对着我，就瞌睡来了，又很困。他看没问题啊，不好色的男人就不是男人，就怀疑他的性取向。也不是啦，开玩笑。然后我就觉得好色的男人才可爱，就那样女人才会为了男人去打扮啊，去漂亮啊，去购物啊，去化妆啊，因为女为悦己者容。如果女孩子打扮的再美丽，都没有男人来欣赏，我觉得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。我觉得理想就是相爱，这是最重要的，因为没有爱什么都没有，有爱什么都有。对，两人一条心，黄土都能变成金。只要相爱，两个人不管过什么样的生活日子都会很开心。如果你要的不是追求者，目前好像没有人追我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也没有刻意的要男生一定要怎样怎样，我觉得就是一颗心来表达他的爱吧，然后能让我感受到，因为人是会被融化的。但是目前没有，目前没有。是这样，其实是正因为好所以才留下来，就因为太好了。对对，但是人都好像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一个圆，寻找自己的另一半，那么就是有一个最适合，就完全适合自己的那么一半。其实大家都在互相寻找，只是还没遇到，我相信我觉得这个不着急的。我觉得也不一定啊，在我如果找到我的归宿爱情之后，也有可能会为了爱而放弃一些，都有可能啊。比如说像女人在决定生孩子的时候，肯定那一年就不能工作不能飞，这是起码的。可是我可能现在还没有遇到那个男人而已，对，所以我还是在像男人一样工作啊。待我遇到一个我的白马王子真命天子之后，可能我要生宝宝的时候也会要休息一年啊，也不能飞啊。我就觉得不用解释吧，因为你像我们都是成年人，因为我的家教也很好，我自己很清楚什么叫做道德，然后可能每个人的道德标准不一样，然后每个国家的道德标准也不一样，就好像中国没有皮鞭，但是新加坡可能更严格一些，他会甚至拿皮鞭来告诉人民什么是道德，然后我有我自己的道德底线，我不会做任何违法的事，也不会做道德低下的事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也不是别人的评价能改变的，所以我就都会坚持做我自己，对，不会伤害任何人。人最重要的就是自由。我觉得就是我的性格本来也像外国人，
啊，一直都是这样。对啊，一直都这样。我本来我就觉得没有什么要非要怎么怎么保守，只要你觉得自己很自信啊，没有伤害别人呐、啊，觉得很美好啊，那么展现出来也没什么不好啊。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女人呐、啊，女艺人呐、啊，要注意要性感，也要感性啊，这样会比较就人生比较完整啊。其实我在工作中啊，在生活中像个男人一样，不是说女强人，就是像个男人。但是其实我相信在遇到爱人的时候，爱我的我爱的男人的时候，我也会很温柔的回归女人。但是在工作啊生活中，我还是像一个男人一样的状态。啊，肩膀上承担很重的责任，要扛起，不管对于父母啊、妹妹啊，对于一个家庭啊，还是对待自己的工作，对待喜欢我的人们有个交代，就是我要一直努力啊，一直有作品啊，也要不管在歌曲上啊，还是影视各方面，能多一些作品给大家。